来到宜兰的三星寻找青葱界的明星。夏天采收肥厚结实的三星葱，洗葱、分株、种葱，葱农好辛苦。在自然的有机农场做一份清甜香酥的葱油饼慰劳自己吧。在葱文化馆认识葱，挑战葱冰淇淋后，还要去品尝在地的葱、蒜、上酱梨，还有新鲜蔬菜变出的一桌令人惊艳的好料理。葱香三星，闻香去喽！